他出现是两度的篮球，并成功追踪到了这两度的台湾。台湾，那在那两度出现的时候，哎，各位大人，我在讲这个时候你们就姑且听听哦。我们想听从没有关系，关系认真哦。这个是我亲身的经验哦，是我前几天的经验。我本来那天想跟戴维斯干，可是我就说等到今天的时候再讲。在这个台里面，教练的出现有他的部署，就应该是台文化测度。因为中国的汉文的文字哈，起源于孟子，他读北医学世界的文字。中国的文字哈是谁发明不知道哦，我相信都是因圣旨由他来造就的。中国的文字自古来是测试之用的，测试。比如甲骨文里面，中国三代甲骨文，帝王或者是一般的贵族，他要取芝麻跟石屑、花生，会什么样？他就会用文字来测度。所以中国的文字是神的文字，说的神不是神明的神，它是宇宙很重要能量的文字，它能告诉我们密码。那么呢，当我在打坐的时候、静坐的时候，这个台字，它就能变成两字。请各位，你看到两字，吉。是吉祥宝，因为台是机制了。可是当我们先看到这个，我像读书本的时候，那现在又来告诉我弯是什么意思？各位，你来看哦。那我现在跟你讲，我就想这朋友们，是否听见？这个是我自信天井人民里产生出来的画面，他要告诉我什么心情呢？问大弯怎么写？这个叫维系的系，这个字叫这个系，这个系就是这个系，点写就是这个系，那两个系，两个系中间加个叫言，言是什么意思？是文字，语言就是文字。你要用这个语言文字来延续，延续的意思就是不断，不断，没有断。来，别听懂哦。中文国师写的叫三十系念，什么叫三十？三十是印度语，印度一天同三个时，初度分、中度分、后度分，一天分三个时，是印度的时辰，八个小时一个时，所以叫三十。这三十是一天的、系念。你一天一天的意思就是 always 没有停的，一天就代表每一天嘛。随时随刻的，你叫系念，系就是不断，不断的念，不断的念，念什么？念当下这一颗心，这一颗心。不往大无边，超越时间跟空间，所以这个心的意思叫做阿弥陀佛。各位，你一定要知道，阿弥陀佛不是在指有个外在的阿弥陀佛，这个心就是阿弥陀佛。你要不断的把这心，心这阿弥陀佛，你的心让它呈现。那个心在哪里？在当下。心有没有明天的？没有。所以台湾的官，他叫你两次要洗念，一次两次功夫都特别强调点。这个点是什么？你要把这个理论，要把这个基础，要把大乘佛法的阿弥陀佛空性，就是你的清净自信圆明体，要不断的讲述，不断的重复，不断的告诉你自己。你本身就是阿弥陀佛，你的自心清净圆满，从来没有变，然后不断的告诉众生，只有这样子，台湾才会吉祥大。所以，当你能这样子的话，台湾仿佛是一个宫前守护的台湾，它不会受到伤害，是下面的宫。所以，台湾就是这样子的意思。只是我前几天在打坐的时候，他告诉所以让我更增加信心，这佛法不能停，佛法不能断。这个佛法讲的佛法不是佛教的仪式，我们做我的仪式，我不是那个嘛。你的自信清净圆明体，大乘佛法告诉我们的那一个真正的心，佛法是心哦，你不能断，你要借着言，言不是文字，语言表达出来哦，不得说说表达，不断的表达，二十四小时表达，那么让众生的体会到我们的心本来跟佛本无二，这样子这个武器就会保护住，让我们台湾极致，台湾多吉祥，世界就吉祥了，各位，他都是坚持的道理啊，所以我都特别有信心，让更多人都分享，所以跟我们的佛法不能断，这一辈子。